The Opera 歌剧院系列集合了标志着第一款三轴陀飞轮与双音乐盒机芯配对在一起的腕表。它把两种传统的瑞士手工技巧结合在一起。The Opera Godfather 歌剧院系列教父腕表是首次高端手表制造商得到派拉门电影公司的许可，使用了电影《教父》的标志性主题曲的一款腕表。设置腕表是很容易的，在腕表的背面有一个设置时间的装置，为手表上发条，拉出手表右侧小提琴样式的发条转动即可。 2COM 双钢音乐盒能播放120个音符，让您立即辨认出教父的主题曲，上满发条时可以重复播放四次音乐。激活音乐盒功能只需按下十点钟方向的按钮，教父主题音乐就会响起。这时，整个表盘在20秒内旋转120度。当表盘转动时，我们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使6点和12点总是保持在固定的方向，并且申请了这项专利。高速动感三轴陀飞轮的旋转周期，第一个轴8秒，第二个轴24秒，第三个轴30秒。著名的教父标志黑色烤漆钢琴和纯手工教父小雕像充分展现在防辐射的蓝水晶圆顶表盖下。 Jacob & Co 杰克堡 The Opera Godfather 歌剧院教父系列是一款结合了瑞士音乐盒和高端腕表专业技巧在一起的独立而华丽的腕表。